这是一个结合了无线充电、感应灯、音箱、储物空间一体的床头柜，商家为了证明实木还给我寄了一个样片，有两个防雾树插座，一个 USB 接口，两门音响，试了一下感应灯只有黑天才会亮，有一个让我不满意的地方就是它无线充电区有个 logo， 再简单干净点就好了，音箱效果也可以，其他地儿都挺好，功能相当丰富。